大瀑布。
全有青竹鱼，有鲤鱼、草鱼、五谷鱼，吃是可以吃，但是全水口的这个位置的鱼是不允许捕捞的，因为我们当地人呢把它视为是圣泉。前两天三月初三的时候，他们敲锣打鼓放鞭炮来这里这个喂这个鱼的哈，把家里好吃的玉米啊大米啊来喂鱼的所以有这样子一个活动。同时的话呢，因为它这个视为圣泉，有这个鱼我们就不捕捞，从这里游出外面去的鱼我们才会捕捞的。因此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立了一个神龙庙龙神庙的话呢，也是为了保这个平安来的哈，是这样我们的鹅泉就在这个位置，因为水很深，我们看不到这个水往上涌出来的这样子一个状况，是这样你们也可以花两块钱去那里买个鱼食，过这边来喂喂这里的鱼祈求。